大来我家啊，搬蔬菜的两三点凌晨的话，讲行落水，中岛今日头淹，甲你晒到乌龟龟，我咪搁惊去啦，丢到龟，哈哈，真是，大家呢啊，做餐人足辛苦的啊，所以咱来珍惜啊，食鱼食肉，配菜噶，啊，你可以回去哈，诶，卖炒龙虾啦，哈，龙虾就看哈。炒蔬菜会很好看浓郁，绿色植物的味有甘，吃蛋补蛋，炒蛋炒皮蛋呐、啊、哈、啊，我们这边蛋香有蛋香的皮蛋真的很好吃，它比较 Q， 阿囡仔嘛爱食，啊炒蔬菜会都要上桌去哈，来再远一点，哎、欸，这是收割的哈、哦、大头菜，你看那大头菜很重哎哈、哦，啊大头菜哈、哦，你看一颗现在市价才30块啊、哦，你看菜头菜心。做餐人看偌辛苦嘞吼，啊，所以嘛，你唔通有着一道菜去罚你6万块，啊，有没有看到新闻说偷灾那个？不是偷灾啦，他说听说了，有人要开放这个高丽菜了，啊，就是、啊、拿着袋子去采哈，啊，所以被这个农民哈、啊，昨天要去采菜来披上北部啊，要贩卖，看不到他的高丽菜，报警了。原来抓起来都是一些阿公阿嬷。